可以死乱讲。是他。是他老公。你要去按摩？没。小心车。不要小心车。车，捷运卡，我要搭捷运卡，拜拜，直接搭我们去了，拜拜，老人家去按摩，老人拖，整台，他要干嘛？他想要搭便车哦。好了，不然你我载你啦。好的，那你们吃的应该不错吧？啊，够不了，我要给你。没有，超烂。